时候啊，找找感想。满腔的热血让我涌上心头，前方的道路就算崎岖难走，那也要为梦想勇敢追求。颤抖的双手奋斗几个春秋，誓言与梦想永远记在心头。成功的喜悦总在风雨之后，让我们举起杯，忘掉忧愁。起码能看见 YY 真的在这个在用力的宣传，大力的宣传。反正我是能看见好多的广告，应该你们也能看到，就是什么上百度一搜什么呀，往下一滑呀，可能滑完了评论，你滑完了什么新闻啊什么评论的呀什么的，你再往下一滑就什么就刷一个就是 YY 就黄色的小标那种 YY 什么直播，你就反正你刷，反正你凡是看什么东西你往下一刷都有，反正自己家的打广告不花钱就是 YY。 谢谢东哥。为了上视频了 ，YY 他有上市公司的呀，那个已经很久了吗？反正我看到也确实很久了，但是不得不给 YY 真的点个赞，他确实在用心的努力的，就是推广 YY 了已经。有点用的，基本上就是
有点就有点有用呀，就是有很多玩过 YY 的，可能就再滑到 YY，哎，这 YY 的广告，他们有很多就是有我微信的，就他们可能已经不怎么玩 YY 了，还有很多的大哥他们都不怎么太玩 YY 了，什么一滑的时候就可能就聊天会聊到，哎，看看有那个啥，哇，谢谢夏飞哥，欢迎比利我哥啊，谢谢夏飞哥送来的花花。网友说："哎呀，我看到 YY 好多的广告了什么的，完了就又点回来玩 YY 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回来的时候，有50%或80%都是玩过 YY， 看到 YY 的广告又想起来的那种，又回来了。为时已晚。哎呀，你们太扎心了，聊天。"积极啊，人这么努力就不能给鼓励鼓励，非得说这大广告打完了，召集开了啊，召集开了，兄弟们，咱把召集过一过，辛苦大家了。集结没过的，就是没有我的集结的，没有我的债的，大家可以帮忙开一下我们下方的债，一起过一过债团的任务。曾经哥，你是在看球吗？我都不会看那玩意，那个东西我都不懂。但是我唯一看什么会激动的，就是看体育。看体育我会非常的，就是假如就是正在看，或者吃饭也看呀什么的，就是家人看，就或者我爸看，我会跟着一起看呀什么的。你要我自己去看的话比较少，就可能看见什么体育了，或者有比赛了，有中国队了，我就看。我不吃饭，我都会在那看，跟着加油，那老激动了。他要是跑个第一，亲吻他那个奖牌的时候，我都跟着哭。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认为哈，我觉得他们那个付出的努力，就真的就是不太容易。他跟直播这个东西还不一样，那是100%，他那个赢了，真的就是全是靠自己，就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付出的那种，就是看了可感动了。哎呀，就反正就可热血了，看谁呀、啊？他要赢了，就是配着这个国旗呀、啊，就跑啊，亲吻那奖牌啊什么的，我这老激动了，跟着。反正我看着这手啊，都跟着冒汗，看着。那没有中国队的话，我基本上不看；有中国，我就会看。季节还差一个，非常厉害啊！欢迎飞狼哥，欢迎兄弟们回家。我看有没有词儿，这蓝蛋还没有词儿呢，词儿得咋整？丢了你！给我们债团的兄弟们来首歌，一千一万一次想你。欢迎回家的兄弟们，晚上好。又是一个起风的日子，像是对你在发脾气。街角旁的西餐厅里，今天好给力啊，正放着当下流行的歌曲。在没有你的日子里，心总是控制不住想你，不如在心里轮回交替，凝聚了每分刹那的本事。一千一万一次想你，你小心的呵护于心底，说给你最想听的话语，把每一段时间都过得美丽。一千一万一次想你，让真爱连成的足
心总是控制不住想你，温柔在心里轮回交替，凝聚了每分傻每一分痴。以前以为一次想你，把你小心的呵护于心底，说给你最想听的话语，把每一段时间都过得美丽。以前以为一次想你，让这爱粘稠的足够甜蜜，用温馨装填我的记忆，所有快乐是你，都是你。最想你，把你小心的呵护于心底，说给你最想听的话语，把每一段时间都过得美丽。以前以为一次想你，让这爱粘稠的足够甜蜜，用温馨装填的记忆，所有快乐是你，都是你。哇、哦，今天的集结召唤太给力了！谢谢兄弟们 ，Thank you！ 谢谢大家，辛苦了，太辛苦了，太辛苦了，感谢感谢。昨天休息一天的事儿吗？哎呀，那你们不要开了，等第二个我再过不去。谢我们的哪一年？谢我们的放风雨，谢我们的小哪吒。那你们轻点的，万一第二个我再过不去了。现在过这个集结，就是每场要过三四十个的话，真的太难了。谢谢我壁虎哥送来的守护，嗯。谢我们的游神哥，8:30。嗯，再跟大家说一下，不要开了，就是不要点击下方的真爱召集了，一会儿还有，就是要不然你点太多了，一会儿你们只能开一次哈，就不能再开了，所以说没开的兄弟们先不要开了，8:00一个，咱们现在这是8:00的，8:30还有一个，完了9:00还有一个，谢谢一哥，祝一哥多多中小可爱，嗯。别开了，别开了，你怎么又开上了呢？控制控制，兄弟们不要开了，嗯，不要开了，要不然一会儿真开不了，开不完了，你们都开完了，一会儿开不了了，你怎么还怎么整的？一块钱留着不好吗？咋还控制不住了呢？现在。很事儿是不是、啊、那我话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嗯，完了你要想就是加我微信，如果你要是要 U 盘的话，你就把地址给我，反正3-5天你就能收到了，成功的避开了所有大奖，切勋爵才有，可以加微信了哦，勋好像现在不管啥爵位都能刷了吧，以前还是就是年度的时候他可以啥都刷，现在又是那个啥吗，都可以刷了，我记得年度的时候就都可以刷，以前是最初的时候，刚出的时候必须有爵位才可以刷，找不到了呀。那凡凡，你在那个下面有一个甜心大作战，里面就是蛋糕。勋爵才能刷，好，看不到呀、啊？那你应该不是。任之哥，任之哥，呼叫任之哥啊。欢迎一念，一念花开哥，欢迎长生果哥。互动里边，他们说在互动里边，但是电脑用户的话是在这个屏幕下边就有了，就三个杠杠里边。我感谢一下骑着马的兄弟们啊！完了呢，大哥想听什么跟我说啊？或者你要加我微信的话，你在公屏上扣字我就能看见，大哥不会是在国外吧，扣不了字儿。
谢我许仙哥，感谢我们的长生果哥，谢谢我花心哥，谢谢我飞天哥，以及我们的乔姑娘，谢谢我们的小飞，谢谢我们的怒放，以及我们乡愁哥，谢谢我花海哥，还有我们的非你莫属哥，会有预谋哥。我把这首歌重新唱完，加微信呀、啊！好嘞，胖胖，把人质哥拉到子频道，我们加个微信。充值没有任何返利的哥啊，不要相信他们那个私聊你的。我的微信号你到时候推给你的时候是 FFF4823三个小写的，嗯。到时候你加上看我一眼。一个人，一生能拼几回？有梦想就坚持别后退。困苦我们都曾体会，那些岁月太值得回味。伤再多你都说无所谓，痛再深你不曾都流泪。相互支撑走过雨大风吹，情谊深厚在不断加倍。兄弟快举起酒杯，难得相聚一回，忘掉忧愁和烦恼，都敞开心扉。人生成败我们一起背，肩并肩勇敢面对。兄弟再来干一杯，今夜不醉不归，壮志豪情在心中，明天更完美。人生漫漫，知己最珍贵，有你我无怨无悔。啦啦啦啦啦，你看这首歌就是给拉拉哥唱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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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伤再多你都说无所谓，痛再深我都不曾流泪。相互支撑都走过雨风吹，情谊深厚在不断加倍。兄弟快举起酒杯，难得相聚一回，忘掉忧愁和烦恼，都敞开心扉。是非成败我们一起背，肩并肩勇敢面对。兄弟再来干一杯，今夜不醉不归，壮志豪情在心中，明天更完美。人生漫漫，知己最珍贵，有你我无怨无悔。兄弟快举起酒杯，难得相聚一回，忘掉忧愁和烦恼，都敞开心扉。是非成败我们一起背，肩并肩勇敢面对。兄弟再来干一杯，今夜不醉不归，壮志豪情在心中，明天更完美。人生漫漫，知己最珍贵，有你我无怨无悔。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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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哎呀我去，行啊，这小头像给你整的不错呀。哎呀，这头像就给做好了。来把任志哥，任志哥你看速度快不快，我们家长空老师都把头像做好了。哥你喜欢戴的时候，你想戴完了你就给他戴上，你要不喜欢戴咱就不戴那个头像。嗯，一般加我微信的话我都基本上给做了，
做了这个头像，完了你喜欢弄的你就给它戴在那个我们那个头像上，是咱家的头像，你要不喜欢我们就不戴也可以。完了记得哥你把地址给我啊，就是那个你能收到货的地址就行，我给你寄 U 盘你能收到就可以。认识哥还想听什么歌跟你飞说啊。老大我的守护是不是快到期了，好像十多号呢，我记着上回好像十一号吧，好像是快了，你可以续上，省着要不是天天的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期什么时候不到期。我去今天好漂亮，你手套摘了呗，人他就是这样的，你可以这样式的，你也可以，你就放这儿，反正怎么都行，人家不是手套也不是套袖好不好。像我花海哥送来的守护不热吗？这中间不有窟窿吗？中间不断开的吗？它怎么能热呢？嗯，没给我做头像啊，我给你做一个呢，富哥。完了那个阿卡你给富哥做一个单立人家的寸那个富哥。嗯，衣服得套袖，嗯呢，看它是这样的吗？它可以，你可以戴，也可以不戴，它也不热，分料都比较薄，就是一个装饰的。现在比较流行套袖嘛。剪掉了，不。谢谢老大，客气啥，富哥你跟微信给我扣个小一，我给你把图片发过去。嗯，好了，认识哥你记得把那个什么，把那什么给我，把地址啊、嗯、我标上点。嗯，富哥你跟我说句话，嗯，你微信跟我说一下，把图片给你传过去。召唤来了来了，这召唤呢我都开的有点胆儿突的，刚才我觉得刚才你们劲儿都使大了，猜了30多个，我看看这回咱能开到多少啊。啊，你跟我说话我把那个图片发给你啊。我也要，那你跟我微信说句话呀。哎呀，你对你都没有黄嘛，你怎么可能呢，你都没有我的真爱呀，那你把真爱开一个小哥哥，而真爱到5级的话我们就给你做头像了，免费的哈，咱也没有收，没有什么收费的，像各种私下朝你要钱收费的那种扫二维码的让你加什么好友点什么链接的，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嗯，你们可以加群，没有头像的你们可以加群，就必须有真爱哦，4823-36就可以了，但好像你们没有真爱的话好像进不去哦。我有吗？你有5级真爱呀，但小哥哥你的名字是那个啥，你可以改一下咱家马甲，或者写上那个啥，我要一个可以吗？可以呀，嗯，都可以，只要5级以上都可以。哎，哪去了？哎，有个数字小哥哥说他要了，啊，没有了呢。就是你要数字的话，没有办法给你写，你必须是名字，嗯。哎，好嘞，我给你发过去了，富哥。在个人中心就是那个设置里边啊，不是设置那个叫什么了，那个地方叫什么了，就是左，哎呀妈，我去弄一下那个啥曝光。自己就能加量，哎，也是服了。我去把灯弄一下啊，咋那个不是他自己亮了灯，黄眼睛，你要那个啥那么亮，自己灯亮了，你要那个什么哈，你要那个在那里边，你们谁等谁弄，谁知道那个地方叫啥的了，可以告诉他一下，我去弄一下灯啊。
对对对，来，我把这个图给你弄一下，好像还是亮，是不是？等会儿，一会儿我再拧一下。这个地方有个个人中心，完了有一个编辑，个人中心有个编辑，这个地方你在这里面就可以设置头像呀，或设置名字啊，就是可以了。我再去弄一下啊，我看看我设置调暗一点呢。参数是多少啊？它突然就亮了。集结没过的兄弟们，过过集结啊！我感觉好像要我调太。怎么玩的？认知哥，你可以把这个图片完了打开之后，完了那个不有原图吗？完了你下载到相册里，完了在那个 YY 里边有一个刚才我给你转播的那个，刚才给你转播的那个它呢就可以，你就可以在个人中心这个地方有个个人中心，个人中心有个编辑，那里边就可以，你可以点头像，编辑里边可以点头像，或者是名字里边就可以修改了，你可以试试。你们回家，谢谢小飞哥。秀不来的太突然了。你要播到几点呀？我到10点半、11点那样。我是下午一场，晚上一场。啊，那你睡觉比较早吧？应该。对，就没有熬夜，最近都没有熬夜。那行，那我估计我下的时候你估计都要睡觉了。要是如果要是你要睡的话，咱明天再聊也行。到时候我下了播后，一会儿我加你啊。好的。飞姐，你是几点下播呀？那天？我11点到12点左右。哦，行，我是在1点之前吧，我一般不会超过1点，有的时候下播会玩一会儿。我是下了直播的话，不是立刻就能睡着的。你要是洗脸呀、洗脚啊，完有的时候你可能洗澡啊，完了就完了，就失眠了。完了有的时候你敷个面膜呀。完了，反正时间拖一拖，就估计每个人好像我就拖延嘛，就拖着拖着拖着，你躺床上还得翻来覆去一个小时吧。连洗脸两个多小时能睡着就不错了。你睡前敷面膜吗？还是白天睡醒了再敷？我不一定，有的时候我化妆前敷，就是隔个两三天，就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敷，就对我来说没有太那个啥。好，拜拜哦，拜拜，拜拜拜拜，给我上！哎呦，真多呀！我给认知哥把这首歌唱完啊！我等会儿啊，把这个摘团不是摘团，我把激战榜的兄弟们感谢一下。不是他自己工会号，是那个估计是别的工会有他的吧？顺便给他打了个乱斗啥，应该不是自己的工会号什么的。谢谢我们的啦啦啦，谢谢我们许仙哥，这打压你。谢我苏富哥，谢谢真爱哥，谢谢空哥，谢谢我们的小哥，还有一哥，花海哥，谢谢我们公明哥以及山丘水秀哥。我把后半部分给我们的认知哥唱完。差不多，泪水就有一条。下一段的心。脚步整个世界突然落入我跌入
丫头你。师傅三十足也赚了，但是就是没有出那个嗖那个龙。嗯，就是关键嘛，就第一句，死亡连三问，第一句问直播多久了，看看是不是到三年多，快四年了。第二句，没事闲聊的时候，问一下啊，问一下这个你直播到几点，看看是不是要下播了。师傅是应该亏了吧？不知道啊，我看一眼，师傅你亏了吗？师傅现在榜上是4601，你再兜一个，我玩玩星际。好嘞，兄弟们给你飞凑个百元吧，亏呀。啊，那就估计是亏了。你下次可以聊聊护肤品呐、化妆品这些牌子，我有的都不知道。这我觉得都我好像我就啥也没有用过似的那种，可能见识就没有那么多，天天围绕我的好像就是唱歌，没亏，挣了一个万元吧。啊，没有亏，师傅，这个没亏。完了，那个没有做斋团任务的直接做一做斋团任务，我把那个我们家那个百元版卡座开开啊，等一下。嗯，好嘞。不会不会，就是硬伤对我来说。Hello， 你好。嗨，你好。菲儿姐，哎，你好。那么人一般唱的歌，嗯，好呀，我会歌的，这我跟你，这不是天壤之别吗？那咱俩怎么玩？谢谢我们的不在风中歌，唱歌就是你唱歌，你唱歌好听，你唱吗？我唱歌也一般，那我就先来也可以，嗯，那我就留一半时间给你。守着你留下的伤痕，熟悉的街道有两个陌生人，谁还记得当初的真？谢峰哥，这脸呢肿了。如今还是一个人，还是留恋昨夜的星辰，总是不愿失去被你伤的心。交给我们对面的丫头啊，谢谢我非常完美哥，好，接麦，谢谢听哥哥。哎，我去，毁歌了，毁歌了，谢我峰哥，谢谢，感谢峰哥家门一起站站坐，谢谢。
为什么先说爱都先不爱，后动心的又不死心，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繁花落尽只看到两个字，伤心。为什么谎言总是看不破，幸福总是嬉皮笑脸的躲着我，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你丢弃的玫瑰还坚强的活着，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为什么爱你的人啊看不透你的心啊，明知道这个结果还要飞蛾扑火，欢迎欢迎所有的家人们，欢迎欢迎。为什么先说爱的先不爱，后动心的又不死心，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繁花落尽只看到两个字，伤心。好，我就回到这儿吧。不要自己不要说自己的说自己的呀什么啊，谢谢啊，感谢缘分哥，谢谢师傅，谢谢师傅送来的飞机，祝师傅通关通关通关。欢迎欢迎今天菲儿姐姐家的大哥们啊，欢迎欢迎。可以帮丫头。你是直播有多久了呀？我在 YY 直播一年多吧。哦，一年多不到两年吗？啊，没有，去年四月份到现在七月份一年多。哦，一年多呀。哦，嗯，那你是怎么来到 YY 的呀？你是线上还是线下呀？我是线下，自己在家里的。线下自己在家里啊？十年前听飞的大悲咒，是吧？看我们家都有你的粉丝，你看，我们家都有你的粉丝。谢谢大哥啊。菲儿来一首大悲咒。好呀，到时候你过来我给你唱歌啊。嗯，等有时间你来的时候我给你唱。关注，嗯，再给我们点关注。哦，一般都是晚上。许仙哥抱下，许仙哥，嗯，不是晚上播吗？我对呀，我一直晚上播呀。那你呢？我也是，我之前白天播，但是十万都懒，好像嗓子有点受不了，就是那个声带小结，然后我现在就唱歌唱的吧。啊，对，把时间减少了，就晚上播，白天不播了就。哦，那白天不播也其实就是把这个状态呀调整好呀，就是时间紧凑一点什么的也可以。你说一天播10个小时，如果你说在直播间就总唱歌或者是也不说话呀，就是没有内容啊，其实也还也是那个啥一样的道理，还不如把这个精华直播的内容呀，感谢对面姐姐哥哥们关注啊，谢谢。好的，那你说，我都感觉我不知道说到哪儿了。没有，好多点关注的歌。嗯，哎，其实就是直播时间太长也没有啥太大意义，就是把自己的直播内容做好了，其实就还好吧。嗯，师傅3200卷通六关赔不赔？3200卷，那你通一关需要多少卷啊？我没玩过呀。菲儿姐姐播多久了？我播6年，得刷那个100的，完了快点刷，我觉得
都是快点刷中的，就是一组一组的就比较难。他们说30组、40组什么的中的比较多，一起刷。对，要连着都给你啊！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再刷哥，你等会儿控制，你等会儿再刷。等一会儿我下轮了，帮我深深段位，好不好？等一会儿，稍微等一小会，等我一会儿啊，等我。真好，我也想让大哥控制。我们家兄弟们就比较有的时候就比较丑吧，就可能有的时候你快点啊，快点，我要给你刷了。我说你控制，这必须让他控制，越说他越控制不住。真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件什么鱼。我发现了，连着送，快点，快点点，让系统反应不过来，它就出了。哦，这样子，趁大家学废了吗？一个大奖，学废了吗？大家学废了吗？反正就是都是刷的快一点出的，对，不知道它是连点器还是使的是什么，反正就可快了刷的，就出一下完了就刷完了，就好几十组。拜拜拜，思思，我们下次见。学会了吗？学会啦！移动的心，你要不要试试啊？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谢谢师傅，差一点我们就被秒过去了。我感谢一下激战榜的兄弟们，学会了。谢谢师傅，谢谢许仙哥，谢谢我们的飞，还有我们的最爱哥开开心心，还有风哥，风哥等一会儿控制啊。也谢我们的色鬼，还有我们不在风哥，还有我们的花仙哥，谢谢我们的黑土哥，也谢谢兄弟们，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给飞凑的100%。我们这样，我们可以每人来一波，正好别师傅，你今天别让他们刷那个啥了，我觉得蛋糕挺好的，就你别让他们刷那个叫什么了，那个车了，就是一人十组蛋糕，我觉得挺赚的，今天赚的比较多，一人10组蛋糕，我们来一把，正好峰哥中了那个啥，中了那个秋日了，正好再来个乱斗，完了一起刷。来套路了没有？一会儿的，要不正常你要刷那个什么，刷那个一个车就刷完了吗？你可以试试，我觉得今天挺赚的，平时的话就不让你们刷了。10组太少了，最多出大炮，那不一定要10组中大奖，推大师傅微信，怎么还卖师傅了？你怎么还把大师傅给卖了呢？这样吧，咱们来个奖励吧。如果说那个10组你出那个，不管你刷10组还是100组，还出那个就是数，就是那个叫什么了，发财数。你可以加菲儿的微信，完到时候你把地址给我，我给你邮个 U 盘。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最后一天那个蛋糕出的那个，如果你要是没有微信的话可以，就出那个数就行。大师傅在哪儿上班？你不能把大师傅给卖了，为了师傅的微信拼了。我的微信就不比师傅的微信那个啥吗？就没有诱惑吗？不假，那是因为你有我的微信，能不能不要出微信？你的有毛用呀！别犟，有没有用你是能不能加的问题，还不我不加，你是加不上，你别在那酸不溜溜的。Hello， 飞姐，晚上好。那你自己加不上吧，还告诉我加有毛用？你是加不上，你不加的时候你再说好不好？好，那我们怎么玩呢？我们还是一人一半吧。行，那咱俩谁先？我先还是你先？那我先吧，都可以，我就找好的歌。好嘞。
气的玫瑰还坚强的活着。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为什么爱你的人啊看不透你的心啊，明知道这个结果叫许仙哥。好的好的，峰峰你眼神真好，峰峰感谢大姐，谢谢大姐你眼神真好，欢迎听雨，欢迎谢谢白嫖，谢谢科科。两个人寂寞也好过不如一个人解脱，话是这么说，谁心甘情愿牺牲了生活，一个人坠落也不愿最终彼此都沉默。感谢大姐。却发现苦痛来自要放手的执着，我颠沛流离反复着，忘记了原本为什么总得不到那点快乐，我证明了我还活着。从后我的欲望我的喜怒无处归宿，我的爱中我的嫉妒烫伤了皮肤，可恨的幸福那些空洞没办法弥补，从来我的温柔我的惆怅如烟相慕，我的安慰我的满足也不能辜负，无法看见的花瓣飘落在何处，如果无一处可能不是真的孤独。啊我刚喊的是科科吗？情的漂泊是人的一种特殊的罪过，还是舍不得随便许下的未承诺，我愤愤不平挣扎着累积着岁月的走着，思念的路蜿蜒曲折，剩下来就不能选择，最后我的欲望我的心无处归宿，我的爱中我的嫉妒烫伤了皮肤。好我就唱到这里，感谢大姐，谢谢大姐。哇今天我觉得蛋糕超好重耶，哎呀爆棚了爆棚了，今天咱直播间开挂了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峰哥你好像快那个扣卡马甲了，谢谢师傅，谢谢让师傅破费了，让兄弟们破费了。你家今天蛋糕怎么样？我好像碰着一个主播，我就感觉我要炫耀一下似的。大哥刚刚那个中了个3000的呢。嗯啊、哦、今天我觉得3000的好中，那个数哇又来一个数嘛，这是谢谢谢谢 thank you。 也可好中了，三颗数嘛一下中了是。对对对嗯好中啊，就我觉得还是100的比较好中，又一颗数嗯。哎呀这感觉幸福满满的。前两天。前两天可能就是亏的有点太多了，就在群里边呀天天那个主播们呀就哎呀活不起了。我不知道你群里边有没有你哈、啊、那个991那个群，哎呀大哥刷了10000、哦、什么都没有中呀啊，好像这两天缓过来点了。峰哥差多少卡王我去看一眼啊，谢谢大姐，现在400多还差100多峰哥就可以卡王了，我先给峰哥卡上吧，这个也给我刷了不少了，之前也给我刷了不少呢。峰哥我们差140我们就可以满满当当的卡黄了、嗯、但是我也给也那我也给我峰哥先卡上，不差那会儿啊，先给我峰哥先卡上。嗯大哥讲究有壳，哎非常完美哥好像也中了。嗯今天蛋糕超好中，基本上吧10%就刷的兄弟们80-90%吧都是中的比较多，每天的话我都不拉那个什么的蛋糕，也不让他们刷蛋糕，就今天格外的、嗯、今天不错，
可能还有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嗯，还有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嗯，那我们再玩两个小时的。还能玩两个小时。嗯，今天的确是好重，刷了500，亏了40，还行。那比每天好多了。有的时候刷了1000，亏了400呢。前一阵说亏100块钱换了20张20块钱的票，就相当于140，20就亏100，亏60。之前最初的时候，嗯，对，我前一阵他也是一出100的就是20，就给个520都不错了，就520的票。欢迎我相识哥，帮我向相识哥。哎呀，太难了，终于感觉见着点希望了。回回姐，这个团战淘宝是啥呀？为什么叫淘宝了？现在淘金。哦，淘金，我以为是淘宝。咱俩差不多。刚开始我也在想，我说怎么还出了个淘宝呢？他们告诉我是淘金。啊，可能咱都是在网上，可能咱都是喜欢网上购物的那种。欢迎刚哥。我一看这个就像淘宝呢，我说这是还淘宝呢，淘啥宝啊？一会儿打 PK 上。好嘞呢，峰哥，谢谢峰哥。嗯，完对面大哥也承让了，我们下次见。没有，菲姐，好，拜拜，下次见。嗯，好嘞，拜拜。谢谢我峰哥，谢谢兄弟们。我回来啦，欢迎星华哥，晚上好。可以的，今天蛋糕真可以再有2个小时，明天我也不让你们刷蛋糕，再有两个小时，就像我说，只要你出了一棵树，你就可以加我的，不管你是刷多少，出了一棵树你就可以加我的好友，你刷10个的话，刷100个都可以，你要刷100中了一棵树呢也可以，我也加你的好友，到时候你把地址给我，我到时候给你邮寄菲儿的 U 盘。嗯，赚了120，富强哥赚了120，大多数是赚的，我觉得大多数是赚的，是可以的。你要平时要亏的，年度那工劲儿，刷100除20，刷100除20，我都不让你们刷，我都疼，我都心疼。我感谢一下七战榜，咱这散票满满的啊，谢谢大家。你们凑百元榜的兄弟们啊，咱家凑百元榜的兄弟们可以刷刷蛋糕试试，一会儿我开 PK 的时候，我好炫耀一下。非常完美哥还差30块我们就千元榜了吗？这么赚吗？你刷了多少啊？非常完美哥，谢谢师傅，谢谢我许仙哥，谢谢我们的荣飞哥，还谢谢我花心哥，谢谢我们的风哥，还有我福祥哥，谢谢我马兰山哥，还有花朵，谢谢我们的随哥以及我们的苏哥。晚上好呀，六爷。这蛋糕赛车卡不赛车卡好，赚50，还在考虑吗？不要再犹豫，也不要再考虑了。走过今天，错过了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错过了就没有机会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刷蛋糕特别赚，如果我不赚的话，绝对不得。9.9包邮，哎。咱们家的 U 盘不管是免费的付费的好，或者是你加我微信抄我要，我绝不会抄你们要 U 费钱的哈，这是第一。不管你是真爱做真爱任务，免费做真爱任务，就是天天送那个真爱任务，就是没有，就很多的兄弟们就可能有黄，完了做真爱任务就获得那个 U 盘呢，就那个 U 盘，或者是我给你都加我微信送的 U 盘，我都不会抄你们要 U 费的。我要抄你 U 费，我还要啥 U 盘了？给就是送你的。哎呀妈！这不我们家又有、哎、我的天哪！我这天哪，老大了！兄弟们，点波关注！哎呀妈，太有缘分了！天哪，我的天哪！我就想说那个啥，Hello， 老大，我也要 U 盘，七哥，好久不见呐！你有的时候都不太爱说话了呢，好久没见着你了。谢谢，我俩长得像吗？谢谢关注，很像吗？对，我经常那个啥就去打团呐、啊，然后乱斗什么的，他们都会问说，你们青台招主播是都是按照你们老大的样子招的吗？谢谢我一动的心，哎，可像了，那她就是我妹妹。哎，兄弟们，大家到时候多多支持、啊，欢迎老大家的各位，这个经常给我们欢迎。你这样完了，那你来个歌，正好我去倒杯热水，我这水也喝完了，你就直接唱完。好嘞，好，OK， 好。兄弟们点播关注哈，这是咱自己家的，谢谢。谢谢六九九哥哥姐姐们点的关注哦。行，那我来一个，要不我就唱个哦。
突然间不知道唱什么歌，唱这个吧。人生像流水一奔波，爱情是循环列车，每一站都有人上车下车，不是每个路口都能选择。你爱的擦肩而过，爱你的人没位置坐，窗外有人哭了有人笑了，不是为了你就为了我。哦耶耶，就这样反复着，就这样流动着，到了最后自己才明白，我们都只是普通乘客。钢铁是眼泪炼成的，眼泪是爱情的潜规则，规定要我们受尽了伤害，伤了还想从头再来，痴心不改离散离白，把爱情当作游戏对待。等我们练成了铁石心肠，钢铁同等的爱，只需要一根火柴。欢迎六九军团的哥哥姐姐们，谢谢大家点的关注。人生像流水奔波，爱情是循环列车，每一站都有人上车下车，不是每个路口都能选择。你爱的擦肩而过，爱你的人没位置坐，窗外有人哭了有人笑了，不是为了你就为了我。哦耶耶，就这样反复着，就这样流动着，到了最后自己才明白，我们都只是普通乘客。钢铁是眼泪炼成的，眼泪是爱情的潜规则，规定要我们受尽了伤害，伤了还想从头再来，痴心不改离散离白，把爱情当作游戏对待。等我们练成了铁石心肠，钢铁同等的爱，只需要一根火柴。钢铁是眼泪炼成的，眼泪是爱情的潜规则，我们受尽了伤害，伤了还想从头再来，痴心不改离散离白，把爱情当作游戏对待。等我们练成了铁石心肠，钢铁同等了爱，只需要一根火柴。好，刚好唱完导弹回来，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所有上麦的哥哥姐姐们，谢谢谢谢啊，谢谢月哥。好嘞好嘞，好听，谢我一动的心，哎，谢我非常完美哥，哎，谢谢兄弟们。他是他家，你是福建的吗？啊，对，我福建漳州的，漳州的。哦，哎，那应该是，那他们有的还知道你家住哪里的呀。嗯，这应该是经常看你直播的，对对，应该是笑一顿的心，两个人真的好很笑呀，谢谢我心。嗯，哎，我也那我也没有啊，就是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可能有好多这个我旗下的主播，好像有的跟我长得好好多的地方，有的还是比较像的。嗯，还真有点像，他就可能更像一点。对，
我连谁他们都有的时候比较像啊、我出去团战了也好啊，战斗也好，他们就总这么说，你跟菲拉是亲戚吗？你跟你老大，你就告诉我是亲戚，你就告诉我是亲戚。对呀、啊、对呀、啊、很好玩，经常会有人这么问来着。呀，赚了一等的心，谢谢我心，欢迎我一路下水哥，帮我下一路下水哥就是瘦了一点，他是小版的菲尔啊，我是一个大版的菲尔，没有外形胖点。就是大版的、哎、这个太意外了。我就想说啊，铁妹是刚好说出去打把乱斗，随机一下打个野。你现在团的多不多呀？团啊，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打团的，因为打团比较热闹。热闹，对，比较热闹一点、就可能就是直播间的那个可能遇到的人都不是特别太一样。可能遇到的主播可能会换好几个主播，团的话可能会换好几个主播啊。你要是乱斗的话，就是一人一半的屏，完了时间呢，确实可能是短一点，就团的时间会长一点。有时候直播那种可能没有那么多少，就会说出去打个团啊什么的，一天打一把两把的可以。像我的话，就有的时候我就嫌吵了一点，再一个我出去打团太大了。太狠了，你是失散20年的妹妹吗？可不嘛，终于在七彩相认了。平板，等你大了你再给你玩。你们老大的样子来、哎、的招着主播，我说对呀、啊，我说来七彩相，我去整了个容。哎我的天哪，你要是整容的话，按我这么整的话，那也不行。我不行，我不是做特别完美，不是特别完美的那种，在我心里边谁是就是女神的那种呢？就是那个、就是跑男里边那个，就是完美的。我觉得谁好看，就是跑男那里边那个叫什么了，对，就那个女的跑男那里边、那个、baby 吗？ Angelababy 啊、我觉得她比较好看。还有那个谁，就是刘涛，对对对啊， baby, 拜拜了、老大老大，拜拜，对对，还有那个热巴，我觉得他们都比较美的那种。准备的，我的情都是被你陶醉的，和你永相随，小一道的心。谢我的飞哥，谢谢我们的点点哥，点点哥，你把前面这个点点去掉了，我就能看见后边的了。也谢谢我们的大哥，也谢谢我们的指南哥、梦哥，还有新哥啊，也谢我们的你有心啊，有心哥，还有我们的我新哥，也谢我们的强哥，还有一二三哥，银宝好看，我也觉得好看。其实我觉得好看的美女特别多，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们不觉得吗？就是人，女人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是内在一定要，就我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要上学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学知识、学文化。你这个每个人发就是发出来的那种内在的气质，我告诉你是最好看的那种气质。人要有气质，你要没有，你再美没有气质的话，你就是看两眼就够了。下面的豆逼哥，就是出书那个叫什么了？我最近看那个，叫什么了？出书的那个叫什么？我有的时候话到嘴边就整不出来了呢。写书的那个，叫什么了？主持人，他是主持人，他现在出了好像好多的书了。董卿，我就觉得他特别的有，我就看他，我也在看他的那个书，他特别的有气质，我觉得就是那种魅力，散发出那种魅力，就是无可魅力都挡不住的魅力。白云吗？这不是白云。我觉得人家的谈吐那种气质，就谁也比不上，真的，谈吐的气质谁也比不上。单好看没有气质，对，就是一个人你要有好看的皮囊，你还有有趣的灵魂。如果说一个人光有好看的皮囊，没有这个有趣的灵魂，没有内在散发出的那种气质，是那种衬托的话，就容颜它是会老去的。那位兼修，
虽然说气质没有，还但挺气人的我。气质这块是模仿不来了。就是有的时候翻那个抖音，就有一个叫奶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身材特别的就是特别的苗小，就是苗条，还有比较长得可能就比较尖呀什么的什么的，手啊什么的就特别的窄，特别的小女人，应该就是，但是你要看的话她是有褶的，但是她的生活就给人感觉穿搭呀或者是生活洗脸呀护肤也特别精致，人家在后边瞅的话就是一个小孩感觉，就是一个小女孩，但你转过来的话就特别有气质。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在直播间有的时候会调侃一句叫奶奶，就那个我忘了叫啥了，反正就是我觉得特别好，我到老的话能活到她那样的话我就知足了。那有80多岁嘛，穿旗袍，他好像穿旗袍吧，就给人感觉特别的精致。现在我觉得现在就是不是现在就是现在的审美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跟以前的审美它是不一样的，现在就是很多的人不光是看外表而是看很多的内在的东西，就像你说明星一样，好看的明星好多好多，为什么火的也不一定说是贼拉的好看呢？有的时候跟美貌还没有啥太大的关系，我告诉你就那肤浅的人他才会看美貌。我是变相的夸自己吗？哎呀，你们瞅瞅，人家说这个好看，说那个好看，每个人身就是欣赏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站这个角度看，或者是每个人评判每，就是我站在我这个角度审美于这个人，哎。好不好看，哎，帅不帅什么的可能就不一样。从你那块讲，哎，我觉得这个有酒窝的好看，我觉得大眼睛好看，我觉得睫毛长好看，我就像你们说的，我觉得你长头发好看。有的人我觉得你剃那个就特别个性，咔把这块剃了完上面扎个小辫那种也好看，你这就是每个人好看的意义太不同了。欢迎我们的许大官人，你这是在说你吗？我不能说是好看，只能说是耐看。是不是很喜欢王力宏？我喜欢刘德华，没改变过。还有还有那个眼睛长得比较小的那个叫啥了，我跟你们说过，我有的时候就说我就想不起来。女明星我就喜欢刘涛，对，孙红雷，对，还有孙红雷，我不喜欢，我就喜欢他俩吧，就是我就喜欢他俩。我还说呢，他那个刘德华如果要开演唱会我一定要去，我坐飞机我坐轮船他上哪儿我就跟去哪儿。我已经准备好穿那个啥，我咔咔我就上前，我挤过去，我要给他送花去。谁挤不过我？你敢挤我，我就一脚给他踢一边。800年我都不看一回演唱会，你跟我挤啥？你们也去呀？我觉得他唱歌也好，拍电影也好，我觉得都好，就是散发着那种气质，就是给人感觉就特别有气质，疯了。我没有追过明星啥的，就是女明星我就喜欢刘涛，男明星要选的话我就喜欢刘德华。你是铁粉啊？但是也不能说我是铁粉，我就是喜欢。
刘德华他不，他不老，他一点都不老。不看现场演唱会那不一样。没有，因为我没有看过别人的演唱会啥。但还我要谁还谁开演唱会，我去500的演唱会，我指定还会去。因为我是什么时候，就是他什么时候呢？我在哪儿看的呢？就是那叫啥了？那叫什么了？那是弹吉的还是弹贝斯啊什么的？我是忘了在哪儿看，我就突然觉得，哎他。好看，不是也不是说那种吧，就感觉特别就不一样，就反正就不一样，唱着好听。你的审美有问题。我的审美怎么能有问题呢？你们可能看的东西跟我看的不一样。年龄，这跟年龄没有关系。那你要说的话，那我都跟那我跟我跟刘德华的年龄相仿了。我，我看谁了？我跟胖就不一样，胖审美，你看我俩胖审美，他就喜欢那种，哎呀，那种叫啥呢？胖喜欢那种，就是有个明星叫什么？胖，你那个明星叫啥了？我还记不住那个名儿。叫完了，手机封面还整一个手机封面搁手机上了，就是他拍都可火了一个电视剧了，那叫啥了？不是，我是看脸的，不是，就那回手机，我说那个啥，就你手机那个照片那个男的叫什么了？不是王一博啊，叫什么了？我忘记了呢。他跟我说完，我记不住。吴亦凡不是吧？你在潘长江，讨厌你！就你手机那个封面那个男的。谢谢我们的，感谢我大卫哥送来的守护。我不是忘记了，岳云鹏，我也比较喜欢的一个男明星。嗯，不是那个叫啥，我忘记了。完了，头发是分缝的这块，我记着，就是头发这块还是整个缝那个男的。傻了，认识哥，拜拜。认识哥，你明天你早进来哟。认识哥，你是不是要休息了？兄弟们，跟认识哥也拜拜。嗯，拜拜，认识哥。岳云鹏，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就是唱那个《五环》，我认识他的。黄渤在，黄渤我也喜欢。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每个你们那种的喜欢和我说的这种喜欢吧不一样，你知道吗？他不一，你们喜欢的那种就是特别的膜拜，就是幻想成梦中情人，我那种喜欢不是。就是可能就是某一个看，可能某一个什么地方，我就那种每那个人的气质不一样。东北人都喜欢赵本山，嗯，差不多，嗯，我也喜欢赵本山老师。还有一种叫欣赏，不是那种喜欢，有一种喜欢它也叫欣赏。哎呀，不跟你们聊天了，说着说就跑题，说说就不唠正题。小胖的手机封面是我，非得问小胖都不好意思说。拉倒吧。
不是，那人是明星。我忘记叫啥了，反正这块就有一个缝，完了头发是这么狗狗的，这样式的一个缝，反正这个头发是这样式的狗狗的，就是。所以反正脑瓜这么缝，这头发是这么狗，这两个头发是这样狗狗似的，忘了叫啥了。头发很有特点。欢迎大师傅。我也不知道忘了叫啥，跟我说完我也不知道叫啥了呢。不是郑恺，不是邓超，那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李易峰，我也不是李易峰，李易峰我知道，王一博我也知道，我认识。哎呀，那我都认识。对了，师傅，你把名字改一下。基本上他的名字没超过太多的字儿，你看，师傅仨字儿，陈哥俩字儿，师傅你改一个字儿。就是改短一点的名字，你改一个字试试，你就改一个试试。你看我找着规律了，你看师傅是仨字，陈哥是俩字，说你最长。你改一个字试试。哎呀，你是不是 ASK 哥？你是不是你信我了吧？对不对？你刷成400个蛋糕了吗？是不是没刷成400个蛋糕？你好像刷了，哥，你好像刷了。200-300个吧，好，应该顶天就200-300个，都没有到400你就中了。改成小天道啥也不中吧。师傅你坑，哎呀，这能行吗？师傅你改一个字儿，400个，是不是赚了吧？那行，那我兄弟们还有没有要报名的了？如果你有黄马，然后假如说咱就福利吧，如果你有黄马中了一棵树的情况下，咱俩就加微信，我给你，还是那样啊，就是你有黄马中了一棵树，我就送你 U 盘。如果说没有黄马的情况下呢，你刷400，如果没中的，我也给你送那个啥，送个黄马。你有黄马，如果说你中了一棵树的情况下，你听明白了吗？完了你加上我的微信，我送你 U 盘，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也改大奖，我得改一下。大哥哥，那你也改一下，你的名字也挺长。啊，改官方是坑爹。不不不不不，就一个字就行。我觉得名字短一点好像中奖几率大一点。买 U 盘不行吗？哥，我不卖 U 盘，坚决不改名。俩字也赚呐，就是三个字以内的我品出来了，三个字以内的好像都给那啥，都给奖，你们可以改一下名试试。哎，我感没感谢激战榜呢？是不是还没感谢激战榜呢？我感谢一下激战榜，规律呀、啊，你看名字不就是规律吗？而且还得我直播间啊！谢谢师傅，也感谢文章哥，谢谢我们的 ASK 哥。转点了啊，转点了，也谢谢我们的手机哥，哎，谢谢我嘚哥哥，还有学哥、商哥，以及我们的胖子，还有大卫，谢谢我们的暖，谢谢我们的五角星哥。要到天荒地老，那的黑灯哟。有没有要报名卡黄的了？400个，到12点就结束了，400个蛋糕，亏了算我的。赢了也算我的啊，就是400个蛋糕就可以卡黄了。有没有报名的？文庄哥报名看看，踊跃的报名了，还有我们的 ISK 哥踊跃报名了，都赚大了。我有3个专业 U 盘了，是吗？神人哥那么多了，你是不是有小号呀啥的呀？就领那个到12级可以领的那种的。就师傅改完名字了，我估计师傅改完名字应该是差不多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报名的？有没有报名的？有没有要报名的啦？你得有报名的，你没有报名的不行，你得有报名的。你能不配合我呢？报个名，报个名啥的。主要这个打样打的是真好呀，那是真赚呀，10个10个的就出来了。师傅改完名了，师傅等会儿呢，等会儿乱斗的时候你再上票。兄弟们正好没有凑百元码，那我们凑凑百元码。当当当当当，
有没有蛋糕放你的？蛋糕在哪儿啊？西靖哥，你没有爵位，在那个我不知道，没有，他们说没有爵位是可以的，就是在那个三个杠杠，就是你没有说话三个杠杠里边找到互动里边有个甜心。甜心大作战那里边就是刷十个或者是一百个蛋糕为一组的那种，嗯，你要十个的话你就连着刷那种，就中奖率高。好，我给图，我把图给你们看一眼啊。礼物要求不是不可以什么，就这个有个甜心，有三个小杠杠，看见了吗？三个小杠点开之后里边有甜心蛋糕，甜心蛋糕这里边就有十个百个，完了你点赠送里边就有了，在那互动里边啊，这里边也有，互动里边也有，互动里边也有，它好像改版了，以前没有的。礼物栏专属啊，经典专属互动这里边就有了，完了你就在这个地方就可以选择，旁边有个小加号，十个完了点赠送，或者是百个再点赠送就可以了。没爵位好像不可以，必须是勋爵以上能看见。姐，我一个一个试试。哎呀，你十个十个的试试嘛，十个的出大奖，一个的话出大奖，我几率可小可小了。哦，互动里面有那个创世格，那你得升个爵位，嗯，升个爵位什么的，可能要是刷了五十之后才可以。或者是你开一个勋爵才可以，现在又改了，勋爵才能刷啊，又改了。好了，我又要开始了哈，我们的小蛋糕准备好了没有？一个一个只能出最大的是那个大炮，对，88那个大炮，最好是十个的和100个的。哎呀，今天的蛋糕超赚呢。啊，大师傅小师傅改了也不会中的，人品问题，放心，不会的，你放心，我已经琢磨出来了，你跟名字绝对有关系，就是名字长短有关系，就是名字短一点，你看都中了，咱直播间不四个吗，师傅两个，陈哥两个，他名字都比较短，绝对没有问题，一个的绝对能中，放心师傅，绝对绝对放心放心，我已经摸透头的了。这个名字绝对是有关系的。哎哈喽，哎喜妹儿，哎你好哈喽。哎，可以了，刚才听不见你话，哎，现在居然连到你了，哇，嗯，晚上好，嗯，晚上好，晚上好，来自山东，我是个回歌主播，嗯，啊，我也一样，我也回，啊，那我不信，这是最明确的骗人的一句话，嗯嗯，那我们怎么玩唱歌吗？唱歌好，你先来吧。谢谢天天之色哥。行，那我还唱这首歌吧，这首歌比较那个啥，嗯，比较欢快一点。你不去算命可惜了，我找着规律了，主要是。谢谢指南针哥，谢我哥送来的蛋糕，坐飞机了。我觉得这个歌有关系，重复上一首歌应该是没有啥太大的风险。甜甜圈不要一个一个的刷，蛋糕可以一个一个的刷，甜甜圈是不行的。啊，我，谢师傅，怎么呢？他又能中，我俩，哎，好，师傅，一定要中啊，一定要中，师傅。三四跳舞抬着头，摇着头啊摇着头啊抬着头，马青回来马青回来嘿刚有，我的头绪火热，做个浪蝶狂风，青春应该不要再留白，虚度数着青春分开，活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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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桃姐姐快一起摇，摇到天荒地老，
妈，谢谢师傅，谢谢兄弟们啊！没有蛋糕了，刷蛋糕可以刷刷蛋糕啦，辛苦啦。比较多的，嗯，但是可一个人薅，换个人刷了3万多了，好像这把有点亏了。中了多少？中了几个呀？3万多，一个没中。可能马上就要中了，嗯，可能马上就要中了。刚开始就但是别的那个大师小师傅没中，大师傅中了2个，哎呀，心好痛啊，我的心好痛呀，心疼我师傅，嗯呢，主要心疼我师傅，主要是真的刷了3万，你不中的话有点说不过去了，太过分了。那可不，你哪怕你说中了2个呀什么的，中1、2个呀什么的，嗯，坑太坑了，宽慰一下，嗯。你说薅你也不能可一个人薅啊，嗯，全是100100那种送的。你说那也不能完全每个都错过吧？应该不能。哎，不知道这个几率是咋弄的。嗯，应该，那个。我以为他这个跟抽奖一样呢。嗯，他这个就像蛋糕不是刷出来之后直接就飞出来了吗？嗯，就直接就大奖就飞出来了。对对，嗯，师傅你换你自己的号吧。不是这个号，你换一下自己的号试试。就师傅好像成功了，避开了大奖。你这么说好像有点扎心啊，太扎心了。谢谢关注，谢谢关注。嗯，你直播有多久了呀？我直播1年4个月了。那你是什么时候进入 YY 的呀？去年3月6号。三月，啊，就是去年夏天。那你就是没有接触到 YY 就直接来的做的主播是吗？嗯，对，可以这么说吧。之前就是上班的时候有播着玩过。就是播了1个来月吧，就是每天播个1-2小时玩，播着玩的，然后后来就签工会了。完了之后就签工会，就是对工作就不做了，就辞了，全职的这个做主播。对，那你以前没有做主播做什么呀？欢迎做美容顾问。就是去美容院的话，就是你做就是这个人检测一下皮肤啊，或者适合做什么项目啊。嗯，对，是的，嗯，就是这样的。嗯，那你也挺轻巧的，应该也不是特别太累。不是不是特别累，但是耗时间没那么多嘛。对，比较耗时间。欢迎红尘哥。对，嗯，就是比较时间比较长，因为美容院时间比较久，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样子，很累。12个小时。时间比较久，对。而且一天几乎都在站着吧，嗯，啊，对，你那得站着来客人呢什么的，对对对，可能还有来回跑呀，照顾客人什么的。招牌咋了？不玩了。这没算准，师傅。下次没有人相信了，那怎么没有人相信我呢？你看你，我那个时候说是不是就准了？我说你这400指定不能亏嘛！谢谢师傅官方，有点过分了啊！谢小豆豆哥，谢谢我们的哥，谢谢我们的指南哥，感谢我们的天地哥，谢谢我们的纸哥，谢谢花落哥，谢谢冰点哥，还有颜值过硬哥，谢谢我们的数字哥，你那是懵的，我怎么能是懵的呢？哥，你再来400的话，还得中。嗯，心疼我师父。这绝对不是蒙的。没有。主要那个字儿不太好，你到时候换个字儿就好了。换个字儿可能就会好一点。你写一个重。他指定能中师傅，你换一个比较坑，你换一个重，一个重啊，还怪官方，就是他个人问题。师傅，你有人给扎没心态了？你说咱中两个就，咱就不说啥了呗。你说人家天天不干好事，人家刷了那么多，完了一个没中，这都没心态了，师傅。啊，对他们，我明白他们说的是啥意思了，有可能是那个啥师傅，嗯，有可能跟号有关系，你换个号试试师傅。
你这个号是签约的号，有可能跟号有关系。这个我没，我忘了，这个有可能。你看你签约的话，就有可能误认为是主播啥的。你可以就是没签约的号。红桃姐姐快一起呀！我别忘了呀，没看着啊！别刷屏，别刷屏，别刷屏。那的黑都有。讲讲钱，别扎我小师傅了。黑桃妹，快快起摇，摇到天荒地老，再走后。啊，跟官方没关系，跟主播没关系，跟号也没有关系，就是他个人愿意。你这师傅，轻点扎，轻点扎，轻点扎。